大家平安，大家啊，好歡喜，真係能夠嚟到神嘅家中，一個好歡喜嘅事。今日咧，我哋要講一個信息，因為我哋進入第三個季節哦。個信息係嘅題目係講fruitful 啊，而家我哋睇下個字眼，我睇下中文點樣講。生養眾多，其實 fruitful 咧就唔淨止係生養眾多咁噶啦嗬。所以今日咧，我希望能夠藉著呢一個題目咧，使到我哋再次重拾我哋嘅信心，能夠清楚知道神係愛我哋，愛到係俾我哋一切豐盛嘅。但好多人咧係唔信咯，因為佢哋經歷緊苦難，或者經歷過一啲不足，佢哋已經開始懷疑神嘅説話。今日我哋有創世紀第一章28節個經文就係咁樣樣啊，希望你哋能夠睇到我。創世紀第一章28節，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好簡單嘅，大家都能夠好容易就明白嘅。下一段講到治理者地要管理海裡的魚同埋空中的鳥同埋世上一切活著的動物咧。不過希望如果仲有時間咧，就會繼續講下半部。今日我哋講咧就係淨係針對呢個生養眾多遍佈地面。佢英文咧就好似比較容易啲，好似廣闊啲。英文講到 Let God bless them, and God said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跟住落嚟講到道面，講到嗰個治理嗰個權啦嗬。所以咁我哋咧就係要講到呢個 fruitful and multiply， 即係講生養眾多同埋遍滿地面。咁你講？我搞錯啊！生養眾多，而家都唔係好似唔流行咗喎。而家邊度有人生咁多咧？各位，我母親嗰代咧，我哋要生咗八個仔女。呢度咧有邊個生到八個仔女嘅？有冇？應該攞獎。冇嗬。咁樣有啲係生一個，啲兩個嚇，係兩個係叫做啱啱好啊！嗰陣時係好好嘅家庭，但係而家好似又～講要生多啲人，咁樣呢個創世紀第一章廿八節嘅講到要生養眾多，我搞錯啊！我結婚你千祈冇同我講呢句啊！一個都跟唔頂我，要生養眾多咁樣，所以講到人哋講呢個唔啱咗，聖經呢個神嘅説話已經係唔合時咗，有人咁樣講嘅喎，唔啱咗，所以唔愛你咯。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英文啊，佢講嘅 fruitful 啊 ，fruits 啊係好包括好大層面個，包括好深嚟講嘅喎。我哋睇翻中文，佢講生養眾多係咧，嗰陣時係響創世紀第一章嗰陣時，神將一切好做好曬天啊地啊空氣啊水啊山啊草啊全部做好曬係點樣樣嘅？聖經講係 very good 嘛，神講 very good 係好噶嘛，冇一啲瑕疵嘅，冇一啲唔好嘅嗰陣時，咁樣咁靚嘅，到最尾佢製造人嗰陣就係跟著依著佢嘅形象製造人，因為做出咁好嘅咁美麗嘅環境，我佢係要俾到佢最愛嘅創造物就係人嚟享受一切，咁樣就俾到佢哋治理嘅權同埋。祝福佢哋，要佢哋就係生養眾多。你覺唔覺得呢個係咪好合適咧？當你能夠喺屋企煮到一大餐嗰陣，係咪你一個人食有味道冇？冇味道噶嘛！你梗係要仔女嘛，仔女如果真係唔想，你隔離鄰舍都帶埋嚟，大家一齊食，要咁樣分享噶嘛。所以當神啊，佢能夠做出一個咁靚嘅環境嗰陣，你話你自己喺度欣賞咩？佢會俾最愛嘅兒女，就係你同我嚟到度享受佢所有一切。咁樣佢仲
唔甘於就係兩個人啫，所以我利用山羊眾多嗰陣時，人口即係得亞當同埋夏娃啊，嗰、那個地咁大成個地球，所以山羊眾多。咁好多人講而家人口爆炸啦，呢個唔識用啊，知唔知？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仲係人口好疏嘅，仲未偏半嘅，你知唔知？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啊係，就算咁講山羊眾多嗰方面都係合時合合節嘅啊。方面地面，咁呢度亦都可以講到傳福音啊！嗬，即係我哋傳福音啊！我哋傳夠未？未嘛？啊，你可以攞傳福音嘅呢個角度嚟講，生人眾多，生多啲屬靈嘅仔女嘛，哦，跟住 OK， 有人講，琴晚我又去參加過一個課程，叫做 Answers in Genesis， 中文又知係英文課程嚟嘅，嗰度有好多係移民嘅喎。咁我學到好多嘢，嗰、那個係好似生命有嘢啦，一個課程啊，哥倫多啊，咁樣佢就講到世界觀啊，又講到我哋俾世界人嗰啲智慧、世界嗰啲哲學啊，就喺度衝擊緊我，衝擊緊我哋嘅基督嘅信仰。咁其中當然佢哋又否認有洪水嘅發生。聖經有講到嗰個洪水嘛 flood 哦，跟住佢哋亦都係懷疑挪亞帶入嗰啲動物嗰個可能性，跟住另外一個懷疑咧就係講就講到地球嘅年齡，地球嘅歲數啊，咁我哋相信嗰時我哋睇報紙有睇到。科學家講到地球的歲數咧係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年嘅，係咪？係咪？有睇過冇？冇睇過啲消息嘅，講千千萬萬年嘅喎，幾億歲咁樣嘅喎。咁我就響呢個課程嗰度學到咧，佢講我哋嘅地球嘅年齡係六千年啫喎，咁爭咁遠嘅，我早都有咁嘅懷疑啊，睇到，但係咧我選擇信。聖經所講嘅，啊，跟住但係雖然我唔了解都好，雖然喺呢一方面你講到科學家能夠證實呢個地球嘅年齡係嗰多千萬歲，佢哋真係有科學嘅根據俾你睇到啊，好似係喎，啊，咁我疑問之中我都係堅信呢個正係聖經嘅正係，所以我喺度尋找之中。神就俾到呢個機會，我就去到呢個課程。咁呢個課程啊，嗰成隊人喺度做呢個課程 Answers in Genesis 嘅。如果你上網可以揾到啊，佢哋係科學家嚟嘅喎，好多係科學家嚟嘅喎。咁佢哋就根據個世界嘅睇法咧嚟研究，佢哋能夠俾到你 proof， 俾到你證據，就係講。地球的年齡並非世上的科學家所說的千千萬萬年或者幾億年那麼大的歲數，而是真的六千年，它有很多證據，全部的證據就是來自聖經的。所以因為這樣我買了很多的書，我在他的房間，我舊屋裡我沒有拎回來放在那裡， Answers in Genesis， 說到人那些好多啲疑問嘅係好，就喺呢一度。咁我就講好啦，而家有咁嘅證實啦，我哋咪知道另外一份更加深嘅認識咯。咁如果我哋對後生嘅人講，後生嘅一代你需要係證據啦，佢相信係傳嗰個 YouTube 網上嗰啲咁嘅消息噶啦嗬。咁如果我哋係唔能夠解答俾佢，我哋就會失咗呢一份人咯，因為你覺得。我哋嘅聖經唔符合，我哋俾唔到答案，所以講我哋基督徒啊，除咗我哋每日嚟每個禮拜嚟參加聚會啊，或者係讀聖經啊，我哋仲有好多疑問，我哋要有祈禱嗰度祈禱。你祈禱，你尋求神講，我嘅門就會開俾你，你就會能夠喺嗰度得到你嘅答案。嗱，呢段經文就講到。我哋要生養眾多，要遍滿地面 fruitful， 跟住啊，冒住白要增加咁樣。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坚守要坚信神要给到我们的是丰盛，不是只是听我们丰盛跟着呢仍然在过着一个很惨的生活，一个没突破的生活，一个没希望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虽然讲到生命众多是讲或者子女各方面偏暴避免，但是用中用英文在解释讲 fruit of the spirit 嗰阵咧，我哋又睇到fruitful 用我查字典，我睇下佢中文到底系点样讲 fruitful 点样讲，中文点样翻译好多果咁样啊，好多果咁样啦。咁其实佢有一个翻译咧，我希望阵间会出嚟，因为头先我睇个文档睇个字唔出嚟。Fruitful 的意思啊，佢系讲到 abundantly productive， 好超好好嘅要丰盛，唔系净系讲一棵树产一粒果，你唔可以讲系 fruitful， 你讲嘅系打果啫，打果啫。但系当嗰棵树咧结出好多好多嘅果，就我哋叫 fruitful， 即系我好多。好多意思啊！呢、这個 fruitful 係好 ，fruitful 係好多意思。咁樣所以講，佢嗰個 fruitful 嘅 meaning，fruitful 啊，係叫做用中文叫做超越的，超過嘅啊，超過嘅係超越嘅，越過嘅，唔係我哋所諗嘅哦。生個細路哥或者做嗰件事，而係。每次都是結果累累咁樣嘅，啊，好似硕果累累，係攰攰啊，唔係硕果累攰啊。所以跟住係咪？我哋要知道啊，我哋可以堅信啊，每一個字、每一句喺聖經入邊嘅，我嘅勸告就係講你要相信，因為神講我嘅旨係永遠存在、永遠立定嘅。啱冇？聖經有講到啊。天地可以廢去，但是我的話就是永遠流傳的。草可以枯乾，花可以凋殘，但是我們神的話語是永遠立定的。因為神的話語立定了這個世界，立定了你和我的生命，如果他的話語是會跟著時間這樣的淘汰的話，相信我哋好冇希望，哦，所以下一個 slide 就講到，就係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神響創世紀第一章第28節就是他發出一個說話，他一定會有成就。那誰在成就呢？就是你和我們成就。所以我們的一個吩咐，神給到我們的吩咐就是說，我們一定要亨通，我們一定要有所增加，我們一定有效果的，啊，所以你看到我們下一張 slide， 我給一個我背後面的字不知道為什麼不出來，右邊的字就是說到 fruitful 的意思，就是 abundantly productive， 這樣就是說卓有成就，或者是高產。高產不是說高產婦，不是那些生仔40歲已經生了高產，不是那些，不是高齡婦，是高產量，即是多，是說到卓有成效，即是講到有效果、有結果的，所以這個 fruitful， 這個生養眾多，更加深層的意思是講到我們的生命，不是只是講到生養的方面。聖經有講到 fruit of the womb， 即是講我們的子女就是我們的胎，我們腹中的一個產物嘛，那個又可以講到是我們的兒女。但是除此之外，亦都有講 fruit of the spirit， 啱冇？聖靈嘅都講到我哋嘅性格，講到我哋嘅性格，
講到我哋人嘅性格，跟住又講到 free of the lips， 即係嘴唇過，唱歌都有唱咁多歌係咪？咁樣都講到就係講我哋所說嘅説話，我哋所講出嚟嘅説話係有成就嘅。所以講，我嘅箴言，箴言十八二十一或者二十一十八，十八二十一啊，有講到係咪？生死係喺我哋嘅舌頭度。我哋講好嘅説話，你收好過；我哋成日咒人，成日講到消極嘅説話，我哋就產生一種冇嗰個有效益嘅，好似創世記一廿八節所講出嗰種祝福，因為嗰個係個祝福嚟嘅。創世記一章廿八節咧係三大祝福嚟嘅，啊，第一自己，第二各地。第二其實很多人是講到整個我們的生命每一方面的，不是說我們只是豐盛或者有果效，有family， 有我們的家庭，那麼其他的我們活得不足，不夠錢使，我們呢又很不健康，跟著或者我們呢在屬靈的方面呢就是很弱的，不是說單方面的。所以这个丰盛就是包括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它包括的就是你的个人的健康， 它包括了你的家一个和谐家，一个家你的细佬，你的儿女是不是跟随你这样信仰耶稣的，它生命是能够为主发光的，它也都包括了我们的经济方面是不缺乏。有些人諗住我其他啲我喺熟齡嗰方面啊，我好好，但係我窮咧就喺度覺得唔啱嘅，其實唔啱嘅。因為神嘅豐盛係包括喺我哋嘅財富嗰方面啊，都係豐盛嘅，都係有果效嘅。所以跟住喺我哋嘅熟齡嗰方面咧，我哋亦都係豐盛嘅，有果效嘅。啊，睇到好多人離開教會，就係、是。對神的話語沒有一個根據，跟著失了這個對神的盼望，所以他們就失了神的應許。跟著還有就是說這個有效果的方面，這個豐盛的方面也都包括我們與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很重要，你知道嗎？凡事都是由感情那裡起的，凡事的成功都是感情很重要，在家裡是這樣，在事業上是這樣，在social， 在社交方面都是一樣。所以我們在這幾個一個physical 個人身體方面，我們在 family 家庭，跟著我們在 financial 你的收入，你的工作，你做工的方面，跟住 spiritual 係你屬靈嘅生命方面，同埋另外一個 as a social 你嘅社交方面，全部都要 fruitful and multiply， 全部都要豐盛。所以三個 F 兩個 S 好重要。神要我哋嘅豐盛，神要我哋能夠結出果子嘅，都係有呢三個 F 兩個 S 嗰方面啊。英文自己咧 ，physical 雖然三個 P 嘅，我哋讀係 F 啊 ，physical、family、financial、social and spiritual， 我哋都要豐盛。所以當創世紀第一章廿八節講到，你要生養眾多，你要繁殖，你要遍佈地面，因為神後尾嗰段講到，你要做統治者，你要做一個好管家。一管家如果冇人，你管咩？淨管咯，得冇？自己管就得。所以係俾到我哋一個統治嘅權力。下次講好多時間咯。所以我們的生命啊，叫做 spiritual growth， 即是個屬靈的生命啊，是要成長的。如果我們的屬靈的生命不成長啊，我們真的不會感受到那個結果的喜悅。
棵樹，佢由一開始，就好似我哋一接受主耶穌嗰一刻，我哋就要一路咁樣去成長，喺啱嘅根基嗰度成長。所以嗰棵樹一路長大，嗬，一直到佢成熟，佢就會結果子，啱唔啱？佢就會結果子。所以我哋嘅屬靈嘅生命，如果成日保持咁忍耐嘅階段，你結啲咩果嚟咧？所以結果咧係要講你嘅生命嘅成熟嘅，嗰、那個應許已經養咗嗰度，嗰、那個環境已經養咗嗰度，神已經係發出你話就係唔會收回嘅，佢一定要俾到我哋嘅就係行出一個。行出一個豐盛的生命，行出一個結果的生命，有效果的生命。OK， 所以看到聖經有講到很多，講到結果，我們 有很多的比例，就是講到一棵樹的，對不對？好像那個不結果的無花果樹，是不是？就神就說就會讚佢啊嘛，有冇結果？咁跟住咧又會講到，響詩篇第一章係講到我哋又愛好似一棵樹咁樣栽種響邊度？響水邊喎，啊咁樣即係栽種響水邊嘅樹咧，佢永遠不枯乾，葉子又會枯乾，響啱嘅時候佢就會結果子。是不是？即是那棵樹呢，就有一個給到它生命的，使到它成熟的，使到它健康地成長的，那就是一個溪水。就是一樣，一個女人如果是懷孕，那個 BB 的一個臍帶，它根本是連接的，沒有母親那裡的，所以它能夠成長，到成熟的時候，它就會出世。所以我們如果是那棵樹，神要栽種響嗰個水邊嘅，但係你偏偏要用自己嘅方法，你要離開嘅咯，所以你就產生唔到神嘅果效，神要我哋嘅果效，我哋生命咧就唔會話講好豐盛啊，或者我哋會好點樣講啊，好活躍啊。我睇到好多基督徒好似或者嚟教會好似好勉強啊，或者係讀講到神嗰啲嘢好似好冷淡咁樣。其實我們應該紮紮跳，不過我們這裡年紀都不小，所以不要紮紮跳。再說到年紀那方面，有些人說得哎呀老人家，哎呀我們注重年輕人，你看我們這裡誰是很年輕的？最後那個阿清伯，是不是什麼都不年輕的，這裡或者是父親也好，那個最年輕的坐到最尾那裡，所以變成是不是我哋依個 fruit 依個有效果啊，唔係講一定要年輕先有效果啊，知嘛？Elisa 都年輕啊，係講到啊，我哋有乜嘢歲數啊，都係能夠產生呢個效果啊。今日如果係教會政府真係講你超過60歲嘅唔可以嚟教會依度冇幾多個人，阿叔姐呢邊同我都唔嚟得咯，我真係又唔嚟得，仲有邊個唔嚟得？阿叔好多人都唔嚟得。超過七十，我一個朋友，你講我嘅牧師75歲，佢喺教會唔係我好多人，好似我哋咁樣樣，佢得一個牧師啫喎，一個牧師75歲喎，咁牧師唔嚟得咁咯，牧師又咁老啦，除非真係有學到嗰個望上，如果唔係就停止嘅咯喎，啱冇？嗱，所以而家我哋呢度咧，真係啊，我哋第日啊可以扎扎跳舞，如果你經歷咗神嘅好處啊！你真的會很活躍，你會疾疾跳的，在神的，你尋求神，你的根基是立定了，有一個神的說話之中，你有 MCO 的3個月的時間，你一樣能夠感受神的豐盛。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白白浪費了3個月時間，日日去研究主什麼，或者日日去研究聖經說什麼？有下嗰啲，我冇研究住乜嘢，就要研究啲嘢嘅。但係好多時候我都係咁
呢個時係我親近神嘅最好嘅一個時候。所以，如果我哋要有成就，我哋要記住詩篇第一章講到嘅嗰棵樹唔會枯萎嘅，佢能夠結果嘅，就係因為佢被栽在溪水旁。咁我哋咧就可以咁樣嚟比喻，我哋嘅生命一定要立定喺神嘅話語，而且我哋就要知道基督就係我哋嗰個來源，嗰個俾到我哋生命嘅來源，俾到我哋滋養嘅來源。所以下個星期就講到係咪？愛繁殖 multiply。頭先我講到，頭先嗰幅畫就係講到，如果一棵樹係結開一粒果，以後再唔結噶，有冇做過咁樣嘅果樹啊？有時又開咗幾花，跟住就死咗，梗有原因嘅嚇。我覺得呢排 Pastor Henry 琴日俾到我嗰個種啊，種嗰個玫瑰花，嗰個玫瑰花曾經我開到好靚啊！隔離鄰舍都話：你種玫瑰花種到咁靚嘅，但係呢排個玫瑰花好似唔靚咗。咁樣你再睇佢環境唔靚，因為點解油膩 ？Pastor Henry 都係一排幫我攞翻嚟種，因為佢玫瑰花一排唔多，所以個環境啊，個自然嘅環境啊，產生一種唔好嘅毒素的環境，所以它不能夠繼續這樣豐盛。所以我們生命將我們自己有耶穌離開耶穌，是不是我們的生命是沒有果效的，是沒有果效的。這裡 multiply 是叫做增添，是加多繁殖越來越多的樣子。所以我們基督徒的生命應該每天每日每年喺嗰度增加嘅，增加啲咩咧？增加住我神要我哋講嘅嘢咯，我哋愛結出果咯，結出嘅聖靈嘅果子啊，增加忍耐啊，增加愛心啊，要增加呢啲一齊，嗰個就係個環境咯。所以你啲心啊，如果係入邊係好多怨恨，有好多不忿。有好多嘅憤怒咁樣樹下，我相信咧就係你做乜嘢過後都係差，所以有時我就會咁樣連相連啦。我唔係話講呢個唔係出自聖經啦，但我相信係咪出邊人哋講風水喎？又講點樣正能夠嚇你行好運，但我就係心諗咩叫風水咧？我哋基督教我哋冇學風水嘅啫，我發到佢哋講嗰啲地方，咁我梗係啦，地方嗰、那個我哋講環境風水咯，我就唔愛信嗰啲邪呢啲有咩鬼喺度住啊？呢啲係邊個度住啊？因為我哋大個嗰啲咁啊，啱唔啱？我哋有聖靈噶嘛，我哋係大個嗰啲咩邪嚟嘅？如果你認識，你係一個基督徒係滿有權力嘅，你知道乜嘢鬼？乜嘅邪靈係咪係能勝過你啊？所以環境啊，我開始開下我嘅路啊，嚟睇下係喎。你去到一個環境好好嘅，你心係咪好愉快？你心唔會噏字啊？你係咪好似好想食嘢啊？好想笑啊？好想美食跳舞，想跳舞添啊？所以一個就產生喺你嘅心入邊一個 joy， 一個喜樂。咁如果反而如果你去到一個好污穢嘅地方，又臭又邋遢嘅，你想食嘢冇？你都冇嗰種想肚餓嘅感覺，佢會影響你嘅啫。所以如果你生命啊充滿嗰啲聖靈嘅果子喎，聖靈嘅果子我哋睇過喺加拉太書第5:22嗰度講聖靈嘅果子，你充滿嗰啲，你天天你增加呢啲啊，你嘅心嘅環境嘅，你嘅心嘅。一切嗰啲情緒啊，心中所有嘅一切係咪就係、是、一個環境咯？就係、是、一個好啱嘅土地咯。所以嗰個我講咩風水啦，最緊要風水都係講你自己嘅心境，係冇？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哋有咁嘅心境，我哋咁嘅環境係咪？跟住我哋又有耶穌，就係、是、我哋嗰個溪水旁棵樹所支取嗰啲營養嗰啲滋潤嘅。我哋就一定會恢復。
食高餐，一定會有成果，有成果。而且我哋唔單止有成果，就係有增加嗰方面嘅，會甜口舒嘅。我見過啲基督徒曾經啊，佢係響教會嗬，佢係有試過神嘅神蹟嘅喎。佢講神點樣樣將佢響一個作債務之中啊，佢入開教會信咗主耶穌啊，佢真係解決咗佢嘅財務嘅喎。但係而家我講你參加邊個教會咧？冇喎，幾多年冇參加？好多年冇參加咗，十幾年喎。但係佢仲係講耶穌冇，因為佢有咁嘅經歷。咁我就邀請佢嚟我教會行過嚟啦嚇。咁跟住係咪？佢就喺一個叫做曾經有過咁嘅經歷，但係淨係後一個經歷，亦都係最後一個經歷。以後再冇感受到耶穌嘅存在，耶穌嘅神蹟，就係因為佢將自己移開，佢冇再俾種養個溪水旁嗰棵樹，佢去到世界。所以好可惜咯！我講你點解你會離開教會咧？有好簡單啫，教會唔啱。我教會點解唔啱咧？因為佢就要洗禮啦，就要讀課程。咁個課程就未讀完，佢就要求佢要洗禮。教會就講唔得，我咪去，去唔去教會咯？佢唔去教會，一去咧就去到個世界咗咯。所以你要看到很多人啊，他們對神的認識是這麼淺的，因為你心境那方面還有很多雜念，所以信心不能夠增加，他的知識對於神的不能夠再加添，他的平安、他的喜樂他沒有增加到，所以變成這個人到現在都還在飄浮。很多很多這樣的人，有些就因為聖經講的一些東西他不認同，他就去第二處找咯。咁最近我遇到一個朋友，咁我就講：而家你又去邊間教會啊？哦，我又去翻我嗰個叫做摩門教。他由摩門教會出嚟，又嚟過我哋教會，以後咧又冇見到佢，跟住就見翻你一陣，知道佢又去咗個教會，陣間過翻。再見翻你又去咗另外一個教會，咁呢次見翻你啦，我而家你喺邊個教會？而家我去教會，我講嚟我哋教會啦，希望。其實我去過好多教會，而我每一間教會都去過。你估你去教會就可以增長㗎？你都冇將自己種響嗰個教會個地盤，你成日咁種開生到啲根，你又掹上嚟我第二處。但我種花就要落地冬嘅喎，我咧中意嗰個花種喺呢個盆，係咪？當佢長大咗，覺得呢個盆好似杯襯唔到佢咗，我又將佢掹去第二處喎，佢冇死啦。但係佢唔會生到好好大啊嘛。所以有啲人就係有咁嘅心態，就係講我去到每一間教會，個佢真係講到二寶嘅教會啊，差唔多佢曬咁樣。差不多去曬，到而家唔知係屬於邊一個教會喎。哦，所以你睇到啊，如果你認為你要生長，你可以去到世間尋找啲營養嘅話，咁你又大錯特錯。你響邊個教會就響嗰度生長。嗰個教會如果唔係邪教，佢係一個講耶穌嘅，講我哋基督嘅，講聖經嘅教會就係適合。除非你有特別的原因，你要去另一個教會。所以我們對教會的知識，對自己、對神的知識是很重要的。下一個slide就講到，神講，我的民因無知，因無知識而滅亡。好多甚至一些曾經啊，好熱心咁樣侍奉主嘅，你見唔到現在，就因為冇一個根基，就俾出邊嗰啲啊，人哋講啊，媒體所講嘅一切嘢，去尋找世間嗰啲價值，世間嗰啲俾到你喜樂嘅嘢，就咁樣迷失咗。
咁你講唔得喎，聖經講啲唔合咗我喎。咁樣，尤其我哋年輕一代啦，佢會覺得啊，聖經太古板啊，教會太過古板咯。聖經同我出邊識人啊，所識嘅知識出邊嘅好似有趣啲咁樣。但係嗰個係一個潮流啊，世間嗰樣嘢係定噶，政治會定揾人哋嘅應許你所做嘅特別嘅一場嘢。唔會定，好嘅，冇一樣嘢係定嘅，冇一樣嘢係永遠嘅，只係神嘅話係永遠存在嘅。而且神嘅話出自神，有民數記第23:19有講到神非人，必不自説謊，也非人子，必不自後悔。他說話岂不照着行呢？他發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神有創世紀第1:28，佢俾到發出嘅福氣啊，發出俾我哋嘅 blessings 啊，三大 blessings 其中頭一個就係講你一定要卓有成就、卓有成果，要高產，而且你一定要 multiply， 你要增加。这个是神要我们的，因此要跟着我们要明白我们怎样走出这个道路，走出这个果效。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中文堂就是每个拜二有祷告会，就很高兴我们有很多姊妹都是参加了，这里还有些人来参加的，我讲出名你没记得你没参加，所以这个拜二我让你休息一下，下个拜二呢就经过 Zoom 就在那里参加祈祷，因为有祈祷的方面你是直接帮神亲近，跟着大家的带领之中，你会在那里开始你一个喜欢祈祷的生命，这样在祈祷之中就能够产生了很多曾经阻止我们前进的一切的阻拦，这些是我的感受，包括你自己个人，包括环境和你看事你的态度你的心意。但我们就现在还是在疫情当中，这样在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有些医院有些医生的护士，他們真的對這個疫情很無法阻止，不知道怎樣，看到人一直一直這樣死，所以你們那些護士、那些醫生真的跪下來向天禱告，我們好像有一個picture一樣的，我在網上拿出來一串，讓你看頭一個，看一個picture，就是我放出這個這樣的畫面來是給我們知道，當一個人無助的時候，你知道只是有一個很超自然的能力，有個主就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他有答案的。所以我們人很多時候我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世間的方式知識來解決我們生命的問題，但是新冠病毒这个 COVID-19 给我们看到啊，你没哪里可以找出一个答案啊。阿全可以放下一个 slide， 所以你看到再对上没了啊，会走啊，OK， 到那阵那张 slide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一個圖片咧，就見到嗰啲著住醫生服裝、制服同埋護士嘅制服嘅呢度啦，就響個 hospital 嘅最roof 嘅棚頂嗰度係咪？大家喺度跪落嚟，就向天呼求，因為解藥響神嗰度啫。所以人啊唔到啊，最後嗰級我哋唔願意啊，順服神喎。一樣我們都是，有時想到還有方法，我們又會將神的方法，即是
個，但係往往嗰個就係最有效嘅一個方法。當你遇到困境，遇到唔能夠突破，遇到生意困難，遇到感情有關係嗰度有複雜，又有啲阻滯嘅咁樣，唔順嘅時候啊，我同你講，就係我哋基督徒有一個出路就係禱告，但係我哋又冇冇啲用嘅，因為唔順嘅。富國威仲係咁樣嘅，你禱告啊，個過後已經有到，尤其是個環境有可能係另外一個阻滯，所以我哋知道禱告神一定聽咗，所以好多人咧離開，好多人咧喺佢信仰各方面行走咗出嚟咯。我哋下一個 slide 你會冇？你會唔會下一個啊？再下一個啊？再下一個 slide 啊？唔係啊，又對上啊 ，sorry， 又對上啊。OK 啊，係啊，你會唔會因為生命遇到少少挫折，你就失咗你嘅信心？我同你講，我哋生命遇到挫折係一個陣間葡萄樹，我哋會講到係收枝嘅過程嚟嘅過程啊，即係講神喺度收嗰個枝，使到你能夠產出更多果子啊。所以我哋嘅信心就係來自我哋嘅信仰，我哋嘅信心 faith 就係來自神，來自神嘅話語，來自我哋同神嘅經歷。我想問呢度有幾多人係好耐冇咗神嘅經歷嘅？即係你唔聽到神講嘅，你覺得全部我所學嘅全部都徒勞，你唔覺得生活上有咩改變嘅？祈禱係一個方法，使到我哋經歷神。MCO 期間是一個機會給到我們再次接近神，再次連接神，或者有些人已經失去了一個機會，但是這個機會時時都是有的所以我們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強的見證，因為你的經歷是你已經知道是真的深入你的心的，人家說不是啦，是巧合，但是你知道不是巧合，所以這個你感知到的是因為你的經歷人家感受不到，不是頭腦那方面的知識，而是心那方面的領受，你的心真的被神觸摸了的。所以我說我們的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愛有神，從真實用神是有經歷的，不是我懂得背的聖經就是叫做我沒有用的。經歷是來自行出來的，是來自你響應神的話，你行出來，你做出來的。祈禱，你想祈禱是好，但你從來沒有祈禱，你經歷不到。直到你經歷，跟住落嚟咧，你就會有一個 testimony 見證。你見證好強嘅。當你有一個見證啊，我哋一接受神嗰陣，每個人都有一個見證，嗰個見證你係唔會忘記嘅。嗰個見證人哋講你見證係錯嘅，但係後屘人捉唔到你，因為嗰個係你嘅見證啊，嗰個係你頭一個經歷啊。咁如果我哋每次有咁樣嘅經歷，你話呢個人佢會唔會卓越有卓越嘅成果咧？會唔會高產咧？會唔會做乜嘢都能夠亨通咧？實會嘛？因為神係俾到我哋嘅，佢應許我哋嘅就係咁樣啊。所以咁歷史咧就充滿好多好多人，就嗰啲人離開主，離開佢嘅信仰，因為他們將神的地方那個平台搞壞了，不信了，離開了，將自己搬家了。那麼今天我們是看一個經文，在約翰福音十五章的講到那個葡萄樹的我們看下一個西亞傳就在再下一個我們看到給大家記得下啦，講到高產，講到 fruitful， 講到卓卓有餘，講到multiply 增加係咪？我哋攞一個葡萄一串串咁嚟講，即係我哋生活係應該好似一葡萄樹咁咯，一直喺度產，
糧，產到好好果子。嗱，喺聖經嘅約翰福音十二章啊，佢就係好細講到咁樣樣喎。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得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執起來榮在火裡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所以我們稱為自己是耶穌的門徒，我們真的很肯定我們是不是這個聖經所說的一切。很簡單的，其實就是說這裡重複很多次，就是說到我們可以知道自己在個葡萄樹上的比喻上，我們是哪一部分，而且我們要怎樣做才能夠確保我們的生命是有果效的，是有成就的。下個西很簡單的一個西讓我們看到一棵葡萄樹，它有那個所謂的 vine， 就是那個樹，那個葡萄樹，接著它又會是直接的嘛，它又有枝子，那樣那個結果的就會有枝子那方面結果。那這裡說呢， Jesus is the vine， 耶穌就是那個葡萄樹，然後呢我們信徒呢就是那個枝子，再下來呢我們靠著聖靈呢就能夠結出很多果子，聖靈的果子。加拉太書第五章廿十二節講到聖靈的果子，我們是要這樣才能夠，我們有這樣的聖靈果子，我們生命裡面呢我們才能夠發光，才能夠榮耀主。很簡單，真的很簡單。如果我們將自己離開，不愛靠主耶穌，這樣就是不能夠有機會產果子咯，結果子咯。因此我們要結更加多的果子，我們更加要在聖靈的方面豐盛，就能夠結更加多的果子。很簡單，我如果剛才說的書忘記了，你記住這個圖畫，我們永遠不可以離開這個主耶穌，因為祂就是我們的活水。Okay? 所以說成果卓越的成果，是不是因為我們在基督裡面，剛才 那段經文有講到很多次，好像神好像很暗沉一樣，你一定要在我裡面，你一定要在基督裡面，你就能結果子。所以那個情形，那個環境呢，就是說我們在神的環境裡面正能夠結出好好的果子。因為神已經有創世紀一章廿八節，祂做好那個這樣的環境呢，是給我們去產結出給我們去 fruitful， 給我們中文真的不知道怎麼來說 fruitful， 給我們去有效果的樣子，有 fruits 的，做每些東西是有果效的，有看到成績的樣子。所以神要我們的生命是有成績的，環境已經給了我們了，那麼其他的就由我們怎樣去利用神給到我們環境來製造這個奇蹟了。所以在
主入邊。咁我哋點樣樣咧？詩篇第一章啊，係講到嗰、那個種誒嗰棵樹種咗水塘溪水塘嘅，你睇落，即係講唔限誒大本石定嘅石頭木嘅石本石就會有事嘅事。真係嘅中文真係啊！雖然講自己係做中文書，有陣時就講唔出嚟。但係翻去睇就係詩篇第一章講到我唔站在罪人嘅行李啊，我唔坐在嗰啲小民人嗰啲坐位啊嗰度。即係講我哋要靠著神俾我哋嘅力量嚟生活，而唔係靠一啲啊輕壓詐騙咁樣嚟得到豐盛啊！嗰個豐盛係毀壞的，是腐敗的，你知道嗎？所以那個詩篇第一章一到三節就跟我們講開，我們怎樣確保我們所做的工是會有果效，就可以看到。還有詩篇第九十二章十三到十四節都是講到，其他的部分都有講到了，所以這些叫做向神的裏面遵守祂的戒命、祂的吩咐，到最後得著呢個成果。咁我哋要響呢一段方面咧，開花結果啊，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嚟喎。你睇到呢度講到冇？神就係嗰、那個家人啊，嗰、那個圓丁，我知道曬啊，係啊，嗰個圓口嘅人啊，棵棵樹都係佢嘅。咁佢就有權咧嚟做啲使到基督徒能夠出產好多好多個好有成果嘅，所以喺個過程之中啊，我哋會受到修整清理。我相信如果你哋有種果樹或者種花樹咧，你會知道種菜又好，當你一種棵樹喺度嗰陣，你發覺到邊邊有好多啲啊雜草喎，就嚟咯，啱冇？啊，嗰啲係阻止你成長，佢吸收你嘅養分，直到你唔掹走佢啊，嗰棵兩種樹係唔能夠結果噶。所以變開啊，當我哋栽種，就是、我哋一接受主，我哋係一個新嘅名列，就好似新嘅苗咁樣。呢、這個苗咧會遭到環境嘅嚟威脅佢嘅，使到佢能夠成長，就好似我哋咁樣咯。所以當我哋要確保有呢個成果，我哋知道有我哋生命中有好多嘢要清理嘅，好多我哋未認識主，我哋所結合嘅人，我哋所做嘅事，我哋要清理，神就會幫我哋清理。所以你要講做咩？我仲有問題嘅，仲有咩？我遇到啲麻煩嘅，就係因為神喺度掹走你嗰啲舊擺你所做出嚟嘅果，喺度掹走嗰啲雜嘢，嗰啲環境係對你無益嘅，所以呢個叫做清理啦。啊，跟住落嚟，你就一路咁樣成長到你可以結果嗰陣咧，聖經有講到收枝嘛，啱冇？你種果樹，你都會有收枝嘅，有時你收咗，佢又會撐多啲枝子咁樣，又結多啲果子，呢個叫做收枝咯。收枝嘅 process， 如果你係諗你係嗰棵樹啦，會痛冇？會痛嘅嘛，啱冇？痛啊，你講。所以我哋嘅生命有時我哋遇到痛苦，有時遇到困難，嗰、那個係我哋結果嘅一部分。你要忍耐，因為神喺度收緊我哋嘅枝子，使到我哋能夠出產更加多嘅果實。所以呢個葡萄樹嘅比喻咧係好美麗噶。啊，我哋要記住嘅就係講，唔係靠我哋個人嘅努力嘅，而係靠神嘅應許，靠著神俾我哋一切嘅能力，同埋神俾我哋嘅環境。基督徒環境是很好的，因為神已經用祂的話來潔淨了，即是你一接受神的時候，祂已經將我們的罪就是消滅了，但是那個
因果，我哋係要面對嘅。所以有一個清理，有一個修治嘅過程。所以如果你喺有呢個階段咧，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我哋要俾自己一個鼓勵人。我會因為呢件事，我會產更加有效果。所以話係結果係一個過程。所以我哋要明白另外一點，就係頭先我講嗰三個 F 兩個 S。我哋基督徒豐盛要兩呢個方面 ，physical、financial、family、social and spiritual。我哋做事工嘅要有果效，我哋做生意嘅要有果效，我哋做工嘅一樣要果效，甚至我哋嘅物質方面都係要果效，因為神俾到我哋豐盛咧，唔係我哋自己用嘅，好多時候我哋係亦都祝福嗰啲喺度掙扎緊嘅子民。所以我哋要記得，就喺個人嗰方面嘅仲更加重要。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嘅修行咯。我哋個個人啊，先至微信主啊，你諗翻轉頭啊，係好貴我哋喎。微信主嗰陣咧都咁嘅諗法嘅，不如我報仇啊！你 cut 咗我就要 cut 翻你咁樣咯。哦，呢啲咁嘅嘢，所以啲傳播或者有啲人好容易憤怒啊，嗰啲心胸好窄噶，啊好容易妒忌，全部環境係不係對你冇益嘅，對你有效果方面係一個好大嘅阻滯。所以今日我希望就喺我哋能夠得知啊，就係神嘅意願係我哋得到豐盛，係我哋愛能夠結果子。所以我哋今日用 Deuteronomy 就係生命記咯，生命記嚟結束今日嘅正道。生命記第七章第十三節。第七章十三節，佢講他必愛你，他係邊個？我哋嘅神啊，賜福與你係咩？使你人數增多。如果你係個石頭，你嘅人數增多啊；如果你係個教會，你領袖，你嘅人數亦都會增多。如果你係邊個都好啊，你嘅人數會增多，你嘅團隊會增要。加強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給你的地上賜福與你身所生的你的兒女地所產的你做的事並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勝過萬民你們的男女沒有不能生養的，性畜也沒有不能生育的。咁你講唔係喎，啲人真係冇得生嘅喎。咁啊，嗰啲唔係人哋以為係咒詛，唔係嘅，就冇得生。祝福俾我哋嘅係好多方面嘅，我哋要拉實呢一個，就要堅強咁樣嘅，活著落去，堅強咁樣嘅，就係為主發光，榮耀主，好唔好？今日就講到呢處為止。我相信我哋每個人都係希望呢個今日講嘅道咧，能夠深深咁樣嘅喺我哋嘅心中咁樣發揮佢嘅作用。所以我哋再睇翻箭頭咧，我哋睇到疫情過後嘅機會，我真係相信危機過後一定有機會，係我哋每個人掌握到嘅。無論你喺你嘅生意上，喺你嘅時工上。你的人際上，邊度都好產生長。